现在几点？现在几点放？谢谢。不谢。重庆人，好久不见了。军旭，好久不见。军旭，他是谁？他叫重庆人，他是我的朋友。你好，我是李主任，认识你很高兴。非常谢谢，很用心的准备考试。很努力，很用心准备考试，然后呢，希望你们以后在课堂上也更积极一些。那你外公呢？我外公是客人啊。练习声调，因为他的口语中四声几乎没有，二声特别多。他是中国人吗？对，他是北京人。但声调也很好，但是不够自然，像在背课文，不像是在聊天。然后郑普允呢，那个坡和夫，外婆。外婆。不是外婆，不对，外婆。外婆。坡和夫要注意一下。OK。参加。你参加吗？我参加，你当我们的教，我去教你吧。你住在哪儿？棒哦，听懂了，非常棒。然后很像中国人，中国人像中国人在聊天，非常好。非常好，非常好。谢谢。去找你吧，你住在哪儿？302号房间。电话是8219-4675。好，一阵说的非常好，谢谢，非常好，而且内容也有一点点难，内容有一点点难，然后说的也非常好，而且是什么时候要停一下，中国人说话的习惯，哪里要停一下，说的非常好，谢谢。我也想去你们学校看一看，对，说的非常好。谢谢，非常好。是一个外国人，在一个大学学习韩语。外国人，男的还是女的？男的高声高。好，回去的时候也要练习声调。男的还是女的？女的，女的，女的。帅不帅？帅不帅？对，帅不帅 ？OK， 非常好。赞。小姐，累不累？不累。放回去以后呢，能够继续努力，因为不熟练，不是很熟练，还有就发音还可以。OK。在美国工作吗？我不工作，我爸爸是个。大夫，兄弟姐妹吗？因为他一个人，而且他选择的内容很难，所以说已经很不错了，觉得期末考试的时候会更好的。是金志龙的好朋友，请多多关照教练好吗？我去找你了，你住在哪？我住在学校宿舍。我准备的也非常好，谢谢。然后发音也很好，加油！下一次要过 HSK 四级，加油！已经过了 HSK 三级了。对，我妈妈和外婆在北京。你家有几个人？她。今年是大学，是一个大学生。你妈妈也工作吗？也工作，她是老师。首先，上课的时候非常努力，然后经常和我的眼睛这样有交流，非常好，让我非常高兴。好，那以后呢，注意声调的练习，加油。可以，我去找你吧。住在哪儿？我住在学校宿舍302号。
教练，我们学校有个健美操比赛。你住在哪？我就在学生宿舍。很不错，很流畅。然后平时上课的时候呢，虽然说话很少，但是很努力的看黑板，很努力。我是金泰秋。你现在在哪？你好，金锦丽。我在家里。今天晚上你参加吧，在什么地方？阳光长安饭店。那平时很努力，有什么？很努力，上课的时候很认真。这次考试你准备的内容，非常难。所以说已经很棒了。谢谢。加油。很认真，很认真的学生。你明天去可以吗？可以。那宿舍304号房间。电话。男宿舍不对。男宿舍。是男生宿舍。男生宿舍。女生宿舍。这样。OK, 明白了。好，非常棒。也是非常努力的学生。下课以后经常会问问题。非常努力。加油。我来把准备个。美国，你在美国工作吗？我不工作，我爸爸喜欢我去伊朗工作，可是我不喜欢。你有兄弟姐妹吗？我家只有我一个孩子，你呢？我们是双胞胎。听起来很中国人，听起来很舒服。听起来很舒服。OK, 继续努力。他是中国人吧？对，他是北京人。外公是英国人。外公是英国人。英国才英语大，英语大是英国。是。好的，很好。你家都有什么人？爷爷奶奶，爷爷奶奶，爸爸妈妈，还有哥哥、嫂子，他们的孩子一共是够了。真是个大家庭。可以听懂吗？你有汉语的基础，所以说发音啪了很好。然后呢，平时也很努力。很好，谢谢，加油，继续学汉语。请加油。麦克，你在美国工作吗？我不工作，我爸爸想我去银行工作，可是我不想。平时上课的时候非常的认真，每次都坐在前面，阿佩，每次上课的时候都坐在前面第一排，然后和我的互动非常好，非常好，谢谢他们让我的课堂变得有意思。健身教练怎么样？不错，他是一个外国人，在一个大学学习很阶级很高，也是坐在第一排，永远坐第一排，也很努力的学生。那以后继续努力学习汉语吧。OK。外婆在北京，你家有几个人？他陪常吗？常常不在家。你妈妈也工作吗？也工作。回去以后一定要认真练习声调，特别是数字的。我们学过一、二、三、四。我家有四个人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我家有四个人。那他说我家有十个人。十个人是十个人，四个人，所以很重要。好，以后买东西的时候会吃亏的。大乐，他今年18岁，
首先我要说对不起，因为可能我的课没有意思，所以每次上课的时候他都睡觉，然后下课以后很多次要我叫他说跟他走，然后再希望以后的时候跟我有更好的互动。好的。Yep. 为金山帝吗？我是朴吉荣。你好，朴吉荣。我继续努力，不要紧张。Don't worry.不要紧张 ，OK，relax yourself， 放松，放松，OK， 好，再见。一米八零左右，照照这样的男朋友吗？更活跃一点，因为一般情况下我对学生都有印象，但是对他们两个人的印象很少。前面就是阳光小七，谢谢你送我。这个小七真漂亮，你一个人住吗？不，我和父母一起住，你呢？他们都还在一公司考了。你家都有什么人？上课的时候也给我们的课堂带来很多的快乐，但是呢，也希望他们，说话的时候声音小一点，上课的时候，那很努力，谢谢。天气很好，天气很好，上期我喜欢下午，不喜欢汽水。在什么地方？什么医院？露天百货吗？我知道。